垃圾温度太高了，大哥在这儿，你这往外吸什么？吸水呢还是什么？温度刚才是80多了是吧？好像现在80多了，这样就好了。这出来的是水吗？是。拖拉机也会温度过高。终于到了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是大哥的妻子，就这路，你们看看吧，全是这样的路，大哥就是一路开回来。大哥，就这路你一天开几遍呀？开拖拉机一天开多少回？开上十台，上十次。三四次，一天开三四次，你这技术太牛逼了，厉害，太厉害了。然后这个是大哥的家，哇，哎呦我天，你们这儿太漂亮了，没漂亮哟，好看，这现在还是草还不绿了，等到草绿的时候，这地方得老漂亮了。你们这冬天也会下雪吗？下雪。今这儿冬天最冷的时候多少度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样你把那东进大哥家房子看看。哇哇，这里面真好，真好，真好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你们看。然后这是炉子，然后摆了这么多的饮料。喝吧，喝饮料吗？你喝什么喜欢？喝这个，不客气了，我渴了。太漂亮了，这儿，咱家一共养了多少头牛啊？养了多少？养了30只牦牛。有马吗？啊，马。马对。马没有。马没有，只养的牛是吗？啊，这些草料是你买的还是那个什么呀？自己牧场打的。啊。咱们这块村子一共住了7-8户是吗？就是七八户。哇，太漂亮了，你们这儿。嗯，那咱们这儿冬天你就喂牛，夏天干嘛呀？夏天。嗯。夏天有把牛。也喂牛。那春天和秋天呢？这个看牛。一直看着这些牛。那你养这些牛一年能有多些收入啊？三十只。就这个那个有些杀有些卖的，有些杀有些卖啊。啊，现在一头牦牛多少钱了？差不多现在10000多。10000多？是，反正是10000多。啊，哪些都有吧。啊，大的有17-8千的有，小的有5-6千的有。啊，太漂亮了这个地方。咱家打酥油还用这个老式的打法？对，你们不是那个机器？不是机器，现在这里没电了。啊，这里没有电了啊！这是用那个电瓶电的。哇，它这里面还有酥油呢。哇，这打一次得多长时间？哦，差不多7-8个。打一次得7-8个小时。哦、不是7-8个，这样7-8个打开，那酥油出来把酥油。啊啊。哦，对，这酥油捞了，这酥油是这个。酥油已经打出来了是吗？就这个。那这里面现在是牛奶了？酸牛奶啊，已经是酸的了。哦，啊，你看它下面这个是带这个，有一个这个，啊，这次我终于见到这个那什么原始的这个了，啊，谢谢。别吃冰干嘛？我这一不小心又蹭了顿饭，吃三吧，洗手攒三吧。你看我弄的对不对？可以，这个用。先不是得把先把酥油捏开吗？这样用不得，我来，我出希望了。你来。我来。这样第一次。一个弄啊。我一个弄，这样弄，这是你看一下吧。啊。是3个4个的，第一次弄完了就是，第二次这样弄完了就是第四，啊，就这样弄。啊。谢谢，整完了。
你们咱爸是平时都是早上吃的。好吃。哇，这是酸奶。我第一次吃这个酸奶，我今天吃都是那种晒有点要干吧，那像酥油似的那种酸奶。这里面加个汤，加点。我先尝一口不加汤的。加点糖吧，太酸了，但这个是我喜欢的，我喜欢吃这个酸奶。这个已经是我吃的第三碗酸奶了啊，大哥一劲儿告诉我，我会拉肚子的。但是这个是真的好吃，我忍不住，我又要了一碗，第三碗，但愿我晚上不要拉肚子。你说我这嘴馋，我也怎么我也管不住我自己咋办呀？拉肚子也值了，这么纯的酸奶你在别地方喝不到呀。拿不拿你们留吃，不要大哥，你们留着吃就行了，我不用。要这个你拿走吧。不用、临走了大哥还要给我拿着牛肉，真不用。用拿走吧。不用，真不用，谢谢啊。吃饱喝足准备走了，本来大哥留我说在他们家玩一晚上，结果呢就是这边车你们看到那个路，我的车开不过来，二狗放车上了，我就晚上就不能在这儿玩了，所以说就只能那什么了，只能回去了。大哥现在送我回去，骑摩托回去。伴随着大哥的歌声，我们结束了愉快的用餐。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但是也让我这外乡人足够温暖。在这样陌生的环境里，真的没有什么比这还让人暖心的。拉，大哥，没事再哼两曲儿。来的时候坐的拖拉机，回去咱们提一下摩托啊。看。骑个摩托都这么嗨，得放着小曲儿。我们到了啊，大哥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啊，等我一会儿，我给你装一下我家的特产哈、啊，我给你装，你等我一下，在车上还没装袋呢，我给你装上。你别着急啊，大哥，我得先给你装。我不要了啊！我不要了。哎，不，大哥，你拿着。不，你别走，大哥，你拿着，给你装两袋。不要了，那就你自己用。哎，不，你过来，大哥，没事儿，你拿着这个是我家的特产木耳，知道吧？你们这儿应该也有。嗯。就是，但是这是我们东北木耳，好东西，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你的。然后谢谢你让我上你家吃顿饭。哦，这是我们家特产，你拿着，会吃吧？先用凉水泡3到5个小时，泡开了之后，然后用那个用在吃之前用热水烫一下子，然后就可以吃，可以炒着吃，可以拌着吃，可以蘸什么辣根什么吃。你先拿着，我再给你装一袋。你让我吃了你家的特产，我得给你吃我家的特产，是不是？就是得现装，等一会儿啊，拿回去。你们没事儿，一天吃就一把。吃的时候抓一把就够用了，泡一把基本上就够你们一顿吃的了。这个两袋你能吃很久呢。行，谢谢你，又把我送出来。慢走。啊，你骑摩托回去慢点啊。好，慢点，大哥。好了。慢走。啊，拜拜。二哥回来。和大哥告完别，伴随着大哥骑着摩托潇洒的离开，我又要和二狗继续赶路了。